喜巨星游戏规则，主持人依照指令做动作，将对看动作回答题目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巨星来了！谢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电视节目录影。哇，巨星，今天可以请你签个名吗？我就是超级巨星。请问郭彦均是谁啊？我要去找郭富城呢。没礼貌。你要请郭富城的，你就过去干嘛？没礼貌。好，超级巨星来表演给大家看看。你要看他的表演的时候，猜出他表演的是什么东西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好 ，OK， 都一定是你们看过的东西。对 ，OK， 很简单。OK， 好的，第一题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好了。超级巨星 ，Action！ 三个字是一种机具。机具？什么是机具？一种机器，双手朝天空，头要低低的，双手往前45度，双腿跪下来，指尖碰地板，指尖往内捞，不断往内捞。哎呦，有感觉了，我们可以侧身给大家看一下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一种机具哦。好，请问可以，请问可以停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说不断往内捞，你就一直捞就好了。哦，不断往内捞，一种机具，对，有答案了吗？好的，都写完了，很好，数到三，请亮白板，一二三。第一条是挖土机，为什么觉得是挖土机？挖东西，挖东西，挖东西。哦，太直了，挖东西就对了。Oh, okay. 也是挖土机，哪个动作看出来的？因为他的手这样一直挖。到底是不是挖土机呢？就是挖土机。耶、yeah. ！第一题还蛮简单的哦。今天同学不错，蛮聪明的哦。好的，第二题呢，我觉得就比较难一点点。OK。对，可是你们应该都有看过。是的。好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？好的，第二题，超级巨星 ，Action！ 四个字是一种表演，也是一种才艺。左手往前举。左掌放胸前，手指拨不停，双脚微微蹲，右肘90度，右臂左右晃。这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后面那个动作左右晃的时候就有感觉了。哎，好了，厉害了，是什么呢？算是一种表演，也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才艺。我手有点酸了，老师。写完了吗？请亮答案板。还没吗？还没，那我们要再来比了。没关系，不管了。好了，数到三，一二三，请慢点吧，请亮白板。这样乱写的，来，丽莎队是拉大提琴，哪个动作看出来的？因为我蹲着，我蹲着，大家都是拉小提琴。哦。而且四个字就把其他那些胡啊那些什么的去掉。哦。你这样子讲的话，那这对情何以堪呢？拉胡。哎，对呀，我就写的，为什么会觉得是拉葫芦呢？不知道，我写的话是拉写什么？但我只会写到葫芦，葫芦这个字难想到又不好写。可是我必须佩服你们，把难的字写出来，把简单的字不会写。哎，那葫芦是什么东西呀？葫芦不是济公在喝那个可以拉吗？应该是拉二胡之类的吧，是不是拉二胡？而且青青姐姐刚刚说四个字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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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大葫芦，拉大葫芦。好的，到底是拉什么东西呢？各位朋友，是大提琴还是葫芦呢？葫芦答案真是太棒了，答案就是拉大提琴。恭喜我们丽莎队，丽莎队很厉害，葫芦很棒哎，这个创意不容易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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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。紧接着，欢迎心灵姐姐 ，Go！ 好，心灵姐姐登场了。OK， 心灵姐姐每次的题目都是有难度的。哦。对，因为她是影后来的嘛。啊，你看她演过最好就是身材很像。她演过最好的就是茶壶。我唱相也不错哦。唱相也不错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要注意了。好。超级巨星心灵姐姐第一题 ，Action！几个字？它是三个字。嗯，我们都有玩过。热，双手往前伸，双手往后拉，双手握拳头，双脚微微蹲，往后走5步，
渐渐站起来，渐渐站起来，往前走五步，往前走五步，渐渐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这是更长。很好玩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好有趣哦，好像背着背包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往后五步。而且我觉得最后面的一个提示太重要。然后还要慢慢往前蹲。对，好，都写好了。数到三，请亮大板，一二三，棒球好，接力棒。接力棒，好。卡斯伯答案是荡秋千。我们先来关心一下，怎么看得出是接力棒，好不好？很嗨的。哪一个动作看不出来？看不出来。可接力棒应该是拿一支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接力棒不是一支。可是我觉得荡秋千，他们写的荡秋千也不看，可是荡秋千应该脚要伸直啊。因为他们在。那你觉得我现在哪里有办法？你来抱我，我脚伸直，你来，你来。因为他始终。你来了。你抱一下我，我脚就可以伸直啦。因为他始终无法抗拒地心引力嘛，好吧。他真是考倒我了。荡秋千怎么看得出来？心灵姐姐在表演的是荡秋千。表演是抓着，然后抓着，然后一前一后。哦，他抓的是那个荡秋千的绳子。答案就是接力棒。荡秋千。写错，但没关系，这样子是，因为刚才其实那个心灵姐姐表演得很清楚，因为她就是左右两边嘛。嗯，接下来第二题，对，超级巨星心灵姐姐 ，Action， 这个呢是两个字，每天都会做的事情，必须得做。嘴巴张开开，牙齿咬起来。右手举起来，右肘往后拉，右指握拳头，拳头靠近嘴，拳头上下动。这样吧，洗脸吧。这一集我们希望大家有创意一点的答案，跟葫芦有的创的答案，好不好？有创意一点的答案。好，答案是什么呢？一二三，起亮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丽莎队刷牙。哎呦，你们终于回到地球表面了。为什么感觉是刷牙呢？怎么说？就这样子刷牙。嘴巴张开开，然后牙齿地球，我就猜到刷牙。哦，厉害厉害！有没有天天刷牙？有啊。我看你们的牙齿。你笑就很明显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这边卡斯伯也是刷牙。答案就是。刷牙，没错 ，good， 很棒哦！哎呦，两边都答对三题耶！哎呦，都一样是三题，哎呦，所以我们要来，又要再请你们两队各派一位代表出来了，来往上丢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刚才在美国，二三三 ，Go！ 来看看几点哦，标准动作，来，哎呦，在我这边。两点还是四点？两点。两点。从美国出发。从美国。一起往前走。走。好大的机会。机会，请跟我来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请选择。哎，谁先选？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你先选。四号。好的。请姐来拿一下球，先盖住。好的，那你要选几号嘞？六号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到场中间。哎呦，好紧张！到底机会他们选择什么呢？好，四号跟六号。好，卡斯伯队翻到牌子是，在凯旋门前顺利阻止窃案发生，获得两千分。哇，两千分超高哎！哎，这不错，正义使者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丽莎队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起到法国看埃菲尔铁塔，获得1000分，恭喜！